说，就是我觉得透过今天这样子就是有效率的三个小时的会议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不同单位的，然后跟我们包含第三方包含远通什么，就是我都把我所有的问题一一的提出来，那我必须说就是我觉得他们给我的答复都是很完整的。其实今天透过这样讨论，看到网友有一些很正面的一些肯定，或者是大方向给我们一些意见，我们认为说这都是对于我们未来在推下一个合约上面很重要的养分。相对的内容，我们一定会纳入未来的政策参考。我想这才是做协作会议最主要的一个目的。